小的同学们要送礼物给北一女的同学，还有小明女中的同学。本当に優しいですね。今立花高校から、北一条と、北一条高校とステラマスティンド中学に対して、プレゼントを送ります。首先要送的是扇子。扇をあげてください。应该是京都的扇子。好，接下来要送的是口罩。立花高校のマスクを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。现在送的是一部分后面会补。谢谢北一女的同学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小明女中的代表来接受礼物。首先，先请菊高校的同学送上的是扇子。はい、まずうちわを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。来自京都的扇子，上面有彩绘，特别的漂亮。这是先请同学看前面。谢谢大家，接下来要送的是口罩。次は、あ、じゃあマスクを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。立花高校のマスクです。送的是京都菊高校的口罩哦，我们一起来拍照一下，纪念一下好不好？京都菊高校的同学们还有准备了小卡片，这个小卡片非常的不一样哦。好，他们送的呢是刚刚他们私下透露，每一张卡片上面写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然后要跟他们做交换，还有他们的讯息，要留给台湾的同学们的讯息。现在是不是送上カード？在カード。因为这个是突然没有先知道的一个惊喜桥段，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沟通当中。他们写了自己的名字跟留言。我们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？真的是太棒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国庆的同学一对交流就到这边结束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